你们夫妻都不认识了吗？麦香囊，看一看，你看那哥哥带的香囊好丑啊！那叫浪漫，你不懂。哎，我的孩子，你跑这么远干嘛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叫你不要带出来，你看，连小孩子都笑话你。人家说了，这叫浪漫。哎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呀，胭脂水粉，哎，糖葫芦。元宵花蛤烤全牛。 花生瓜子八宝粥，元宵花蛤烤全牛，花生瓜子八宝粥，让一让，都让一让，哎，小心点啊！看着点道，怎么走？让一让啊，都让一让。夫君，你凑得太近了。 这公子太厉害了，是上哥。阿哲，连夫君都不认识了吗？剑北侯来了，快跑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哎，快跑啊！他方才是不是闻你这里了？ 闻着是，二哥，你真是巧了，你也来灯会啊？不是，其实我是特意过来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看见那板车了吗？那边是吧？你们聊聊，我追车去了啊。是二哥呀，这香囊还是阿芷亲手做的。 白侍郎妖精的事，哪家小姐送的？阿芷，怎能这般护短，连旁人看一眼都不让？那是织锦阁叶家的吧？确实是出自叶家。叶家虽然是烧火，不过不打紧，只要二哥喜欢，我们待会儿便回去禀明爹爹娘亲，改日。 请媒婆上门。夫人所言甚是，白侍郎也不小了。哦不，二哥。是叶家哪位小姐？是叶家大小姐。我心小姐虚长。叶家。二哥，您知道我绣工不行，还拿未来嫂嫂的跟我比。 请郎，爹爹娘亲，不打扰侯爷雅兴。行了，我们走。走，阿芷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夫君，夫君。